我的丝袜不见了。怎么了吗，林小姐？我去了一趟办理金额手续，回来丝袜被人偷了。真是岂有此理，竟然有人光天化日干出这种事情，我不答应。哎，怎么了吗，阿米啊？难道你觉得我像偷丝袜的人吗？明日方舟，现在我们将出勤一次特别危险的任务，这次队长就交给你吧，拿着这把武器出发吧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喂，等等！明日方舟，阿米啊，你说被蜘蛛咬了就变成蜘蛛侠，对吧？对啊。那你看，外面在下雨，那我出去淋一下雨，那我是不是变成了？对不起，做不到。